地穴魔蛛的穿刺技能。既然你决意攻击我，那就只能迎击了。比我过去第四部分时遇到的那只三万年的地穴魔蛛还要大。也都出了五位不止，哥，眼前这只魔蛛的级别绝对不简单。这是一只修为超过了五万年的地穴蛛皇，正好是补充我第四魂环的最佳选择。邪魔左腿魂骨技能，五经邪魔斧。这地穴蛛皇虽然强大，但他面对的是来自十万年魂兽邪魔虎鲸王的魂骨技能。阵一样，可惜我对这招了如指掌。这是二名的泰坦左臂魂骨技能。强行压缩了这些尖刺，只是没想到连地穴蛛皇也被压入了地面。这个重力效果确实强悍。垂死挣扎，杀神领域进化技能，修罗地狱。精神力也无法锁定他的气息。这地穴蛛皇和当初在星斗大森林遇到的人面魔蛛一样，还拥有一个能隔绝精神探查的隐身技能。而且他在杀神领域的笼罩下仍能隐藏身形，实力比那只人面魔蛛更强。不过我现在的杀神领域是由海神之光加持的，这只蛛皇能在这种情况下彻底隐去气息，必须保持静止不动。所以接下来只有能逼他走动。第八魂技，蓝银邪魔镜之灭。
魂兽森林的核心区域有动静，难道是独孤博？糟糕，有不明魂力正在接近。如果来者不善，我一对八胜算渺茫。可是哥还在吸收魂环，如果被干扰到，修炼出错恐会伤及根本，最好能引开他们。有了，融合技的形态怎么会发生变化？不是变化，而是提升。妖魅由娜娜主控，这一招也是娜娜想出来的。在我的自创魂技圆月的基础上，融入了魅惑的能力，向乱人心，以形引真意，起名为夜杀。很好，你们的武魂融合技提升的正是时候。老师，您重伤未愈，应该好好休养才是。无妨，我有一件紧急任务要交代给你们去办。事关武魂帝国的未来。